各种手串、杂线、玉件、瓷器、玉装，上面琳琅满目，还有大钱儿，假的也太多了，没法买呀！这东西，这里这东西，瓷器不少啊。那就是没有一件是老的。瓷器，你这玩意儿。好了，这家古玩店那是德化园观音的，老板要10000多呀，10000多呀，拿不动了，上这里看看吧。哎，这里这人也不少啊，这里这人也不少。这几套，小5、6、7的龙凤呈祥的，龙啊，凤啊，盖碗儿啊，盖碗儿，这盖儿打开，这是碗里的，这大蒜的蛤蜊干什么玩意儿？这碗这样，一点毛病没有。你看这个，这个托啊，这个托是啥样？这都是这样，你看一点毛病没有。这是一套的，还是喝茶的。现在茶道盛情，拿这个小盖碗喝茶招待客人，那多有面儿。这也一点毛病没有，这也一点毛病没有。四个一套，这个这里面是茶质，没事，一点毛病没有。这最神奇的，这喝茶吗？还给你配个茶叶罐，这个茶叶罐是装茶叶的，茶叶罐的盖也没什么问题，好像一个口壳的似的，没事啊，完茶叶罐里头呢，这也非常完整的东西，茶叶罐配个茶叶罐，而且还配一个什么呢？配一把茶壶，一个壶四个碗，你看。辜鸿铭说过吗？听说过一把茶壶配四个碗的，没听说过一个碗配四把壶的，对不对？就这么事儿。这是盖儿，这个壶这地方有一道不到一厘米的这地方有不到一厘米小井釉，是吧？这地方，剩下就没有毛病，啥毛病没有。这壶是底儿这样的。中国景德镇吗？5、6、7的，描金的，龙凤呈祥的，一套，一把茶壶，一个茶叶罐，四个小碗，这四小碗拿了，四碟四碗，你这玩意儿又不是坐席，四碟四碗，这一套是茶具，这一套一共是6件，这个行，哥。够，拿家伙事包起来了，这一套的，4个成套的盖碗，5、6、7的。但是你现在的年份虽然浅，但是你买清代的，你买一对儿就得3000块钱，一对儿5毛钱硬币有没？清代的，你那我都打电话少3000块钱，3000块钱你就一对儿你就买不起来。新的吗？你看，这个比那便宜，对不对？包好啊，肯定得给我包玉桌桌的。我都怕他们他坏。